我们只是拿出十分之一来确认我们和他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奉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带着一个不做难捐得乐意心甘情愿不勉强的心。我很好骗，只需要浓勇气的眼泪就会实现，才刚挣脱的那场梦魇，奔到起点再烂的谎言都视而不见，谁都舍不得不骗。搜一名教会惊爆出走潮，直击千万豪宅藏神秘据点。我们祷告愿主啊，台湾的演艺界、华人的演艺界充满着荣耀你的基督徒。主啊，宋一鸣、宋达明这两对夫妻不是演艺界唯一的这样的两对的夫妻，会有20对、200对、2000对这样的夫妻。宋一鸣、陈慧琳2年前在一起发光，安利牧师师母，教友们激动落泪。不过累，当时坐在台下的阿边石孝可已经退出教会，内部更惊爆出走潮，前教友纷纷出笼揭露教会内幕，列出9大争议：一呢是教教友贷款，二是要求辞掉工作专心服侍主，三专属的奉献贷，四入教会资格审查没知名度进不来，五替教友出教会还一个不回，六蹭教友知名度，七洗脑教友，八用电话或当面破口大骂，九限制教友的交友圈。现在听起来也不像一个爱的团体啊，像尔虞我诈，一个竞争。我们每次开会都会吵翻天，然后一定有人呛虾。对，我就说身为一起发光，我现在告诉你，删了。你每天只教圣经，你有很属灵吗？你又没有读给我看，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什么？然后就噼啪然后就骂傻他哦。而且他会常常有抱头痛哭的画面。所以那个女生哭了，你也哭了吗？我也哭了。他哭了。就后来他就再也不会生气，说你。我不同意你的决定，还是会，那个就是干嘛要这样？但是我们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个事情做成，对，保全主，要不然的话，艺人因为我们不是为了钱。由于黑料不断被爆出，一起发光教会26号晚间引用出埃及记发文：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一直放开手去信赖神的计划，当人完全放手，神就开始做工。领导远黄少谷、杨倩石、白嘉琪等多位艺人刷了一排蓝勾勾，逆风礼品教会自述从来没有被逼奉献，而阿妹。一看马上开编 iPhone 根本是一起作文，同时间发文同样的关键字，要不要回复9大疑问就好嘞。你们感情上不算账吗？别说抱歉，如果我这次也难以幸免，就只剩下手尽量尽一些。举行了26号当晚，宋一鸣夫妻紧急召开祷告大会，疑似二世经日引发争议的爆料不断。为了安抚其他教友的临时活动，这神秘据点位于景美夜市附近，一坪要价84.3万元，以最低坪数30坪计算，至少要价2529万元起。该栋豪宅也被爆料，就是由教友的捐献金所购买。自动扣款，违规事务。不愿具名的艺人教友透露，教友现在都很不满宋一鸣的危机处理，并在群组抱怨，在宋宁教会永远不能说真话，连帮忙教会发稿接电话的同工也报离职潮，现在只剩一个正职。在阿弥陀佛，你在哈利路亚，在阿门也没用，你把阿拉请出来也没用。